能够想象一个身高175公分的俄罗斯金发美女，她能把自己的身体弯曲紧缩成50公分见方吗？这是24岁的萨拉，她将现场示范这种神奇软骨功，带您看看。尖钻出后，萨拉还能面带微笑的把头从弯曲的脚尖伸出来，神乎其技的软骨功让人叹为观止。她也能整个人缩进一个小冰箱里，或者把自己的身子折成犹如一个50公分见方的纸箱，就算穿着高跟鞋弯曲身体也没问题。这一切只因为萨拉天赋异禀。Meine Flexibilität wurde entdeckt im Kindergarten. My talent was found out when I was 4 years old in kindergarten.We were playing some sports and the teacher noticed how flexible I was. And that was the beginning of my career. 萨拉的超高柔软度连医生都啧啧称奇，还得用核磁共振摄影一探究竟。医生表示，普通人的脊椎是直的，但萨拉的脊椎却可弯成这样。原来萨拉的肌腱比普通人更有弹性，因此她可以做些奇特的弯曲姿势。不过当萨拉的身体弯了几圈，喉咙几乎抵到地上时，But I stay in my throat and I can't really breathe. And so, 因此这种高难度动作，它只能维持个10几秒。看来软骨女神还是有极限的。中天新闻郝瑞洲报道。